曾在 SBL 篮球联赛中担任球员的王南贵，在26日经传发生车祸，被一辆大客车从外侧车道追撞，送医治疗后因为伤势严重宣告不治，得年39岁，让不少球迷们很是难过。和他交情不错贺军翔也特别发文哀悼，表示不敢置信，并晒出两人的合照，写下天哪兄弟为什么，中午接到消息到现在都无法相信，并透露自己上周还开心见到对方，特别北上来参加他小妹的婚礼，两人从大一同班认识到现在，王南贵总是乐观善良热心助人，两人常常一起哈拉打屁也会一起打球，贺军翔最喜欢的就是看他厉害的投篮技巧，并在文末再次强调还是无法相信，也希望兄弟能一路好走。